来吧，家人们，今天教你们一道肥牛金针菇，学会了保证你们能吃五碗大米饭。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金针菇切掉根部，用手撕成丝儿，油麦菜切段，起锅烧水放入金针菇，焯烫一分钟，咱们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半打的火锅底料，炒熟红油，咱们加入葱姜蒜，再加入咱们的清水，放入咱们焯好的金针菇，泡发好的粉条，再下入咱们的油麦菜，咱们大火烧开，咕嘟个两分钟，咱们给它捞入盘中备用。调味啊，咱们放入咸鸡精、胡椒粉，生抽来点，放入咱们的牛肉卷，大火烧开，咱们咕嘟几分钟，咕嘟熟了以后呢，咱们勾了包的芡汁儿，再给它倒入碗中，碗中咱们加入蒜末，还有葱花，再加上川椒段，咱们烧入夜油，给它浇在上面就可以了。